各位观众朋友，真欢喜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。我相信咱大家捌听过我的介绍，有一个神父真特别，伊叫做罗宝殿。啊，伊伫金门，特别是伫八二三炮战的时，伊是对阿根廷来的一个神父哦。啊，伊伫金门八二三炮战的时阵做特别哦，这个做特别就是伊判什么判迄个。伊有地啊，四界走撞哦，得救什么救受伤的人？这个是罗宝殿神父。后来，咱通知伊过往的时阵，金门县政府、金门人拢真孝廉，伊知影伊伫八二三炮战，后来拢留伫金门一世人的日啊，落尾过往嘛是同款哦。大家人真孝廉，所以将伊迄间已经损害一礼拜长，还未重建起来，啊，甲伊重新整理，啊，去做一个什么？去做一个叫做罗宝殿神父纪念园区。所以，若有机会去金门佚佗，你会当去看这个罗宝殿神父的纪念园区，即马正做一个观光的地带。啊，这是予咱通少年，予金门人，问金门人差不多拢捌伊哦。啊，是讲就是无看过伊即代金门人，嘛听到伊的故事。你来看八二三炮战，大家秘伫防空壕，秘伫碉堡内底，伊是走出去伫救人。啊，伊是一个医生哦，这是罗宝殿神父。另外有一个神父，非准的神父，哦，这个嘛是真特别的一个神父，伊嘛是一世人的日，真正伫金门哦，伫遐，予人真解笑脸的一个神父。这个非准的神父，伊是伫1926年5月13日出世伫阿根廷的所在，伊是耶稣会的一个神父。细汉的时阵，爸母拢是敬虔的天主教徒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囡仔就会受到爸母的信仰影响真深。啊，伊加入耶稣会是18岁，伊甲伊的爸母讲，伊要加入伫这个耶稣会。啊，通派去伫外国诶所在，啊，爸母真欢喜，嘛感觉真荣耀。即天主教即种诶足特别诶，哦，就讲若有囡仔要加入伫即个修会献身，真侪神父修女，是大人拢非常欢喜哦。爱加入伫耶稣会。耶稣会训练真严格哦，真正是真严格。无论是伫学习，还是伫迄落事务的工作，耶稣会训练出来真正无共款。所以伫1925岁，伊18岁加入1925岁，就予耶稣会改心血。伊毋但完成大学的课程，伊阁完成神学的课程。啊，然后改设立做神父，然后伫1956年、1955年、51年，伊完成啊，然后伊搁再有4年的时间，伊去美国哦。1951年设立神父了，伊用4年的时间去美国读什么？读心理学，搁去美国读这种哲学。搁再用4年，爱去读心理学，这一定有原因哦。伊真爱甲人去伫讲话时阵，甲人伫互动的时，啊，互人哪清楚讲对生命的态度甲认识。所以1951年结束，1955年伊就接到派令，爱来咱台湾。所以伫1956年，伊来到台湾。就入去伫新竹的语言中心，伫遐来学习语言。啊，伊你啊看实力真好哦，伊有心理学的学位，有神学的学位，有文学的学位，有哲学的学位。啊，伊去
新的语言中心学习一年的华语了，学习一年华语了，新的中学就拜托伊去教英语哦。爱去新的中学教英语，得教迄落绘画、绘画的课。啊，然后伫五八年，伊搁再去菲律宾进修，伊搁再去菲律宾，这嘛真趣味。伊拢总摕到菲律宾，搁再摕三个学位，哦，伫美国摕两个学位，伊原来伫西班牙已经有摕到两个学位，所以咱看。有人在讲，伊是一个学位规身躯的神父，哦，拢总摕七种无同款的学位。五八年，伊对菲律宾倒转来，伊倒转来了后，就派去伫倒位耶稣会，他派去伫云林北港，哦，啊，北港咱通知是台湾这个民间宗教妈祖的信仰上兴旺的一个城市。啊，毋过伊去遐真趣味哦，去遐得将迄个德国圣言会、德国的圣言会哦，天主教圣言会，德国的过去有一个陶神父，伊有去买两间日本时代留落来厝，啊，达改做天主堂。啊，这个费神父、费俊德神父去到伫北港啊。这个陶神父将伊的礼拜堂交予伊去负责天主堂负责，伊就将迄个天主堂啊，甲伊重新甲伊修整哦，修整予伊加真大间，啊，佮有留空间，就是留甚物会出来，有隔出迄种教室。啊，伊利用这个教室，哦，这个神父真特别，费神父伊伫办甚物办？善德幼稚园，哦，善德幼稚园，哎，想我要办幼稚园。这神父有一个理念，我真欣赏这个理念。伊讲，那会当掠掉囡仔，就会掠掉伊的父母。哎，趣味吼，掠掉囡仔就会掠掉伊的父母。所以伊真爱甲遮个囡仔耍，爱聘老师来。伊毋是讲聘老师来交互老师去教，伊拢会去逐日咯，逐日囡仔开始来，伊已经完成伊逐日灵修的早课了，伊就去甲遮个囡仔耍。暗淡呢，伊会伫幼童内底讲圣经的故事，互遮个囡仔听。你啊看伊的语言能力。台湾话、华语拢真好，所以伊讲给囡仔听，伊有法度讲幼童的囡仔听有诶圣经故事。啊，伊想话讲掠掉囡仔就会掠掉伊的父母，伊其实意思就讲传福音上紧的方法是对囡仔开始。所以遮幼童的囡仔等于到厝，你想父母的梦想，今仔日。恁伫学校学到啥物？啊，囡仔在讲，迄神父哦，讲故事互阮听。哦，迄故事介趣味。啊，即马囡仔讲，父母在听，所以真心实的。这位神父是讲，囡仔上紧真做传福音的人，所以伊拢讲予遮幼童的囡仔听，幼童的囡仔在倒转去讲予因的父母听。啊，这是。这个费神父在做的方法，啊，我有在讲，除了幼童以外，伊会搁将幼童的教室、幼童的囡仔下课转去，伊得去招中学生做回来，招青少年来，教会青少年，伊得跟教什么？教读英语，安怎讲英语？读英文，讲英语，这是无同款哦。读的是册。讲的是生活的方法，啊，这的学生哦，得真紧去招因的同学来，所以青少年就哪来哪坐伫北港的天主堂。暗淡呢，伊会招这的囡仔出去办活动，办什么？办亲像宴会，啊，这个宴会内底，伊得传授这的囡仔真侪生活知识。这生活知识包括什么？就是讲。你若用茶要安怎起香炉灶火？
那未晓点火茶起火，你要安怎伫迄种欠缺时阵生存落去？所以这个神父伫北港伫教遮个青少年，伊讲虽然即马有现代科技，但是你唔通忘记，这现代科技有伊个极限。你在倒转来伫自然的中间，才知影要安怎样会当伫环境改变的中间生存落去。哎、欸，在教囡仔即个物件，所以伫北港真济青少年哪来哪爱伊，所以伊伫1955年开始来到台湾，啊，过冬伫北港，安尼就到伫1979年，前后25年的时间，拢是伫北港，所以北港真济人捌即个费信夫哦。啊，毋但是安尼，后来伊就受调，耶稣会来调起来台北总会，耶稣会总会内底有一间真要紧的天主教堂，伫圣家堂。圣家堂是伫台北即个新生南路的所在，伊伫遐做主堂的神父两冬的时间，到1981年，咱先讲到遮休困一下，再过来继续。我头先有甲因讲，费信夫后来调起来台北，伊伫北港啊25年，然后起来台北2年，伫即个圣家堂伫遐做主堂神父。1981年，耶稣会就台派去到伫金门的所在，所以伊伫金门对1981年到2006年，安尼嘛是25年。所以咱会当看出，讲即个费信夫哦，前后伫台湾50几年的时间，啊，伊去到金门，到伫2006年的6月14过往哦，所以到今仔日金门人真少念伊。伊25年的中间，敢若转去阿根廷两遍，剩的时间拢无离开咱台湾的所在。伊前半段的时间，我有在讲25年伫北港，啊，然后后半段25年是伫金门，所以金门中学有一个老师叫做柯水民，哦，柯水民这个老师，伊在讲一句话，在形容费信夫，伊讲费信夫，因通常叫伊副主教。啊，啥物叫伊副主教？伊是有一个教区，包括妈祖。不过伊大部分的是差不多会使讲住在金门，啊，去顺妈祖地倒转来住在伫金门。伊讲副主教比金门人搁较疼金门。哎，这句话就真有意思。真有意思的原因就是，我有讲费信夫摕到几啊种学位后，譬如讲，伊的英文绝对无问题，因为伊伫美国有读过神学，读过心理学，又去菲律宾，啊，伊本身阿根廷的人，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英语，伊拢总会晓八种无同款的语言。哦，这才是耶稣会特色哦，就是大家神父拢是人哦。啊，咱达看伊来到台湾，伊知影台湾人真爱读英语，所以伊伫北港，我有讲，伊伫北港招遐青少年，啊来教因读英文，教因读英讲英语，啊然后去金门嘛是安尼，啊就有人问费信夫讲，啊你哪会遐爱教人读英文，啊学讲英语，伊就讲一句话真趣味，伊讲其实咧是一个字啦吼。钓鱼的字，伊讲我其实哦是用教英文讲英语来做一个字，伫教遮个来读的人，甲我伫读册人，互因知影咱安怎做好代志，会趣味吼，安怎做好事，伊讲安怎互人会快乐。啊，安怎样让咱的身躯会勇敢？伊讲，咱啊每一日拢真快乐，
咱若每一日拢会晓去做好代志，咱的世界，咱逐日拢活了真快乐，逐日拢有好代志通做。伊讲足自然，人甲人中间迄个冲突就会降低。足自然，人甲人中间迄个怨恨就会减少。哦，你啊看，真趣味。逐日欢喜快乐，逐日拢想讲去做一个好代志，咱的世界，咱的社会得减少怨恨，减少冲突，加添喜乐。这是慧准的神父对台门的人所应答的一句话。暗淡呢，金门人真少念伊讲一句话，伊讲。金门若要比赛，新人上有钱哦。伊讲我袂去参加即个比赛。金门人若伫举办新人较烟斗，即种个比赛我嘛袂参加，因为比我较烟斗个人真济，比我较有钱个人袂少。毋过金门若是伫举办什么人上快乐？我一定会去参加，因为我是一个真快乐的金门人。我这是真心说，因为伊这句话，所以金门人那底泡茶、底合身、底讲话，讲到金门的人，得讲到费神父，得起这句话出来流。费神父伊就是安尼想，伊讲掠着囡仔等于是掠着爸母的心，所以我有讲伊伫北港开一个善德幼稚园，伊去到金门，伊得利用迄个金门的天主堂阿弟啊来办一个什么，办一个育婴托儿所，育婴托儿所，伊办育婴托儿所。就亲像伊伫北港即个善德幼稚园共款，伊拢会甲囡仔加做伙，啊甲囡仔伫遐耍。啊，毋但是安尼哦，我有伫讲伊真爱教人读英文、讲英语，所以金门金城病院的医护人员嘛来找伊，拜托伊甲因教英语。金门的妇女自卫队，妇女自卫队嘛。拜托伊来教英语，啊，花岗村病院遐医，花岗石病院的医护人员嘛，拜托伊教英语。啊，伊亲像伫一个专门伫教英语的人，伊讲伊毋是伫教英语，伊是伫教安怎做人，安怎做好代志。所以伊常常会用圣经的故事啊去。编写做教材，啊来教人安怎读，啊教人安怎来对话。啊，伊会讲到什么？伊上爱用的圣经故事，真侪人金门人超真熟悉。第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啊是讲浪子回头这种的故事。啊，伊特编做教材，啊来教会话，啊教什么？教英文的读法。啊，佫较趣味，就是讲，伊除了英文班、绘画班以外，伊佫为着青年人开甚物班？开道理班。哦，哎，真趣味，讲道理啦，吼。那伫长老教会大汉的人，拢会去听到一句话，讲去礼拜叫做去听道理，哦，去礼拜讲啊做听道理，啊，牧师的讲道叫做讲道理。啊，是安怎才会叫做道理？而这个神父的解说阁真趣味。伊讲，所谓道理班，意思就是要互大家人知影，什么会叫做理，什么会叫做真哦，什么叫做真假真，什么会叫做理，就是讲有道理还是无道理。伊其实伫讲这個，就去讲到基督教的信仰。啊！伊在教遮个，通过道理班，啊，互人来甲伊做伙时，伊得去摕故事出来讲。啊，这故事真侪是圣经的故事，然后开始甲遮个来参加道理班的人去讨论，什么叫做
真理，什么叫做有理由？搁较特别的所在，我头先有在甲咱讲，金门中学的老师真爱去对学英文，啊，讲英语。我嘛甲咱讲，华工少的病院嘛是啊，妇女自卫队嘛是。啊，毋但是安尼，搁啊心笑地讲，金门防卫部遮个官员，防卫部遮个高等官员、军官。嘛真爱伊去讲教英文啊，所以哦，大家人有结婚咧，就请伊啦。啊，若有外宾来金门访问，拢会请费神父去。不过后来大家在讲笑，讲金门部请费神父去做陪客啦吼。啊，其实就是通过费神父甲遮个外国个来宾。做伙啊，伫遐讲话、食饭，其实嘛顺续兼翻译。哦，这也真趣味。啊，费神父真意爱，所以就有人滚笑哦，滚笑讲平风波，遮个防卫上清楚的，防卫的系统、防卫的经营上清楚的是费神父。这是当然是滚笑，所以有外国的政要来金门访问，伫迄、那个。改革的时代到底改革了这段时间，拢是拜托费神父底下来参与翻译的工作。真可惜啊！伊伫2004年后来有发现裂喉腺癌，后来呆倒转来伫呆治疗。啊，毋过真可惜，治疗两年的时间，2004发现啊，5月发现，2006年的2月，情形就非常歹。啊，耶稣会停止伊伫金门的工作。5月，伊倒转去金门看一撮，佮倒转来就袂好势。2006年6月14日结束伫金门的工作，啊嘛结束世间的旅程，享年80岁。不过有一件真特别的代志，北港人听到伊过往真少年，伊有2-5年的时间，帮助北港的人学习到真多这个新的知识在吧，通过语言，所以北港人真少年，就北港人出钱，伫阿根廷设一个什么？设一个贫困关怀站，佮设一个音乐奖助金来的纪念这个费俊德神父。哎，这是台湾头一面北港人，你啊看妈祖庙的所的大本营，但是北港人感谢费神父啊，去阿根廷设奖学金来纪念费神父，这就是费神父。在我们台湾真特别的贡献，真多谢你半时间收看这节目，平安。